思先咁急通知大家嚟過開呢個記者招待會，因為呢個 idea 係晚午夜11:00先至出嚟，咁大小咧就話一班人咧，我哋經過咗幾次嘅聚會之後咧，我哋都形成咗一個比較團隊嘅精神。咁啊，上次呢一個咧就是、副會主任就話，我哋作為話海外華人，作為一個即係話媒體工作者咧。我哋關心加拿大，都關心中國。咁中國響最近呢個雪暴嘅影響下咧，差唔多話係世紀以來最大嘅雪暴，損失經濟損失非常之重大，同埋災民亦都好咁大。咁所以咧就話我哋作為一個海外華人嘅話，我哋希望通過我哋作為媒體嘅影響力咧，就呼籲大家能夠即係做一點勉力，從捐少少錢咧，然後就送翻去俾中國嘅受災嘅災區、受災嘅災民。这个中国这次雪灾最大的影响，重灾区一个是湖南，一个是贵州，所以我呢是来自湖南那个重灾区，一个是湘潭，一个是郴州，现在我是每年都给家里的人打电话，妈妈他们还在郴州，就说已经9天停水停电。现在呢，中国这个政府和国内各级公司都在大力的宣传，在张口水支援这个灾区，力保他们呢是过上春节能供水供电，说这个大年三十要争取保证他们。这个灾区反正影响这个受灾面积特别大，那个由于那个而且也电力部门把那电线杆砸塌，包括去救援的这个工人。也是了，所以呢，希望是大中国地区的这个关心家乡的变化，关心家乡呢和支持这个中国的一些灾区，能够伸出你的援手，帮助大家渡过难关。现在叫我想叫我华的媒体在这次活动的展示是什么？我们这次呢，就是由多伦多在线、多伦多网上电视，还有新兴生活，还有北美生活，既有这个就是网络，又有网络电视，又有平面传媒，我们几家的话呢，联合起来发起这种活动，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说倡导我们这个大多地区啊，就是说对我们这个。国内受灾的这些父老先亲，有这些同情心的这些华人，把他们那个就是说对这个父老先亲这种爱心的话唤起，因为我们这几个媒体合在一起的以后啊，它有一定的覆盖面，所以说呢，还会我想的话在不远的不长时间呢，会有更多的这些媒体也好啊。还有网络也好，在跟进。这样的话呢，我们本来的话，大多地区的这些华人的话呢，就是很有爱心的，在这个好多的这个，不管是大陆也好，还有港台也好啊，各个方面的话，有一些危难的时候呢，我们大多地区的这些华人的话，都是踊跃协助的。前两天的话，我听说的话，就是在一个现场晚会上，就有一个华人的话，他就出资10万人民币的话，对这次这个我们这个雪灾这个受灾地区进行这个捐助。所以说，我们这个媒体的话，今天的话合到一起，我想的话，一定能够使大家的话，对这次的话救灾的话，募捐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就到这里。中国的一个传统呢，就是、说是一方有难，八方对吧？一方有难，八方有方支援。在这种雪暴呢，这个雪暴的这个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想。就看到了国内的传的图片和这个新闻内容之后，我们是发现这个远比加拿大的这个严重。这边的华人华侨和其他一些机构，希望你们能对这个
九一年吧，华东水灾这边也是捐了很多钱，还有包括这个东南亚海啸，这个华人这个华人社区也捐了很多钱。这个呢是我们自己组织的事情，我觉得大家自己来行动就行。本身四個咧都係響不同嘅媒體工作，係作為一個即係媒體嘅工作者。咁我哋都暫時咧冇一個係完整嘅媒體，多人都話記者嚟嘅，嚟咗個咁嘅氣氛。咁所以咧，我哋用一個私人嘅反映身份咧，就籌組咗援助中國書報基金委員會。我哋咧就四個咁嘅委員會嘅成員，咁亦都監管咗呢一個籌款基金嘅運作。咁我哋會響會能夠點講咧？就開始一個叫做援助中國嗰啲基金 ，China's Most Fund Fund， 咁就方便公眾咧就可以即係捐款嘅呢個户口。咁另外咧，我哋都會接受現金嘅捐款。咁現金嘅捐款咧，我哋就喺個科學館嘅會嘅作為一個即協助機構。咁等一陣我哋會等請下科學會嘅會員嘅仲裁咧，即係呢啲咧。介紹一下佢哋嗰個多華會嘅歷史同埋運作。咁我哋主要需要多華會協助咧，就我哋相信我哋可能會收到一啲現金嘅錢。咁現金嘅錢嘅話，可能譬如話少到幾蚊，或者可能幾百蚊。咁變咗咧，我哋就需要一個中介，一個中介機構咧，佢係即係政府認可，而係即係比較係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嚟負責監管呢筆錢，同埋咧呢個機構都需要有響多倫多。區咧嗰個即係分會嘅辦事處咧，方便即係大家去捐款。咁據我所知，多倫多其實響多倫多市咧有四個辦事處。咁而成個活動咧，我哋個籌款嘅日期咧就到二月底29日咧晚上就截止㗎啦。然後收到所有嘅錢咧，包括咗由多倫會收集嘅現金。咁帳户收嘅錢咧，咁我哋就會通過一間國際機構，就轉交俾災區做追問。咁我哋因為本身我哋華人嘅團體啦，咁我哋希望咧就話多倫多有咁多華人，我哋一齊共商善舉，一齊去推廣呢件事，更加多個即係華裔咧，能夠出一分力嘅幫助。咁而為咗今次增加呢、這個即係籌款活動嘅知名度咧，或者個湊熱程度咧，咁我哋就請到加拿大嘅律師叫做何立志立律師咧，咁出入我哋呢一個籌款活動嘅法律顧問。睇下講講可以講講啲事。都聽懂，你要說。有呀，有呀。沒有沒有，我有那個。就是賣幾個七個點。今天我就我想记得我们来开始那个进入这个，明天会开那个信托基金的账户。
就大家都差唔多。記者需要啲咩問題，或者係需要點解多啲場次，多啲場次多啲。以前呢被捐款箱的那个地点我没有听清楚，是在北极军府里捐款的地点就是一个中心，都有一个中心，对，有一个在中区上三街，一个在杰里大都会广场，一个在Bamber Circle Warden 跟 Steel 那一边，另外一个就在这个 Mississauga 镇中国城的附近。看这两，我这鸡没开。
还有那个捐款的次要。这样子再说。看一下这个。今天很高兴，很荣幸的你们来请我们做这件事，真的，所以我们觉得非常荣幸。記者俱樂部多媒體俱樂部咧係邀請咧係作為參與呢件咁有意義嘅事嘅，咁我哋咧係由聽日開始到到2月29日咧，喺我哋四個中心都會咧係放置一個捐款箱俾大家去捐款。咁咧我哋四個中心咧就係、是、有一個喺中區唐人街，一個喺呢個大都會廣場，一個咧就喺呢、這個Member Circle。一個咧就喺呢個密西沙加市中樂城附近，咁詳細地址咧，大家咧喺上我哋嘅網址 www.tccsa.on.ca 咧揾到，或者打電話嚟我哋辦事處416-977-4026查詢就得噶啦。那麼這次捐款的時間 ，sorry， 時間幾時到捐款的時間啊？係，捐款期間是由明天開始至到2月29日下午8点為止。
那我是北美生活报和北美周末的王红。得知我们大陆的话受到严重的雪灾，我们的华外，我们这个海外这个华人呢、啊、都特别关注，所以呢我们召集几家媒体一起的话呢，在大多地区号召我们所有的关心我们大陆这个灾民的这些华人一起的话募一些资金，然后的话给这个家乡父老，让家乡父老的话能够在这个受灾的情况下呢，能够在心灵上能够的话感到一些慰藉，同时的话呢也预祝我们家乡父老的话能够过一个好的这个春节，就是这些了。我们这个主要的一些媒体呢，一共是有四家媒体，有这个多伦多网上电视，还有多伦多在线、北美生活、北美周末和这个星星生活。因为北美生活和北美周末它都是一家的，是两个报刊。所以说呢，我们这四家媒体的话呢，作为这个大多地区的话媒体发起人，这样的话呢，会有，我想的话会有更多的媒体跟进，同时呢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大多地区的这个华人呢能够踊跃捐助。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话当这个捐款到一定的额度的时候，我们会把它汇到我们的这个祖国，然后的话对这个父老的话呢，那个在减轻这个受灾的这个程度上，希望能有所帮助。这样的话，我们捐款的时间的话，大概在一个月左右。然后的话，我们这次四家媒体找了一个我们的大多地区的话比较有威望的一个社团组织，叫多华会，他们来监管我们的这个捐款活动，把这个所有的捐款呢由这个多华会进行监管。然后的话，有一定的数量以后的话，我们把真实的数量报告给大家，然后的话再通过多华会的话再捐给大陆。我是多伦多网上电视的刘慧安。作为在海外媒体来说，非常关注中国的事情。最近中国已经最大世纪以来最大的雪暴，造成很多不方便的灾区跟灾民的很大的苦难。我们作为海外媒体，作为海外的中国人，我们非常关注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一群媒体工作者，华裔的媒体工作者，我们就走在一块，就发起了这个所谓做中国赈灾基金的活动，希望通过我们海外的这个。为中国，为灾民做一点贡献。平安，祝祖国亲人平安，祝祖国亲人平安。还有，我需要恭喜发财，还有恭喜升官。恭喜！新年快乐！新年快乐！那最后是恭喜平安。那你说什么？快提到目标。恭喜发财，恭喜恭喜，一二三，恭喜发财，恭喜恭喜，恭喜发财。